德系汽车如今已经是深入人心，德国人也是最懂车的。据资料显示，德国人最喜欢大众车。喜欢关注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Automotor on the Sport 举办的活动，选出的是2018最佳汽车。德国汽车媒体发现，该活动的获奖品牌几乎都是大众旗下的。就算存在不是大众获奖，也是德系汽车品牌获得的其他奖项。网友在不同级别中选出自己喜欢的车型，什么微小型车、中小型车、中大型轿车、厢型车、跑车等等不同类型的11个细分级别是从德国在售的385款中分类出来的。根据网友投票情况显示，该媒体惊奇地发现，大众旗下的车总共获得了8个冠军，大型轿车由宝马获得，2个 SUV 由 Mercedes-Benz 获得。下面我们来一睹大众汽车的风采。微型车，大众系列的大众 UP 车获得了 24.7% 的票数，在20款车中勇夺榜首。小型车大众的 Polo 车获得了 33.1% 的票数，可以说是深受网友欢迎。中型车大众的高尔夫在2018年中获得了 20% 的票数中，并重新夺回第一。厢型车大众 T6 Transport 车获得了 32.6% 的票数，击败其他车型毫无压力，这个第一也算来之不易。大众旗下汽车的确深入人心，除了这些，大众车没能获奖的项目也都被德国人的汽车夺冠。中型轿车夺冠的是奥迪 A6， 中大型轿车夺冠的是宝马5系，中小型 SUV 夺冠的是宝马 X1， 大型 SUV 夺冠的是奔驰 G 级。说起跑车，自然是保时捷夺冠了。由这些数据来看，德国不愧是汽车生产制造大国，这些德系车也是深受欢迎。